你讲恁只个住市内，是安怎我会拢不知？一片痴心山来沉落海，让我每日时时靠悲哀。他一点那种倦怠都没有，主持节目还是很快乐，对对，很有精神。那我多阿做掉，做掉啊，做掉啦，做掉啊，哎呀，哎呀，你也心情不好，欠钱遭罗，你可以嘛，别使用感觉。这是艺人不为人知的另外一面，真的，对，就是永远要带给大家快乐的一面。得过多次的最佳主持人，没有多次，三次还不叫多次，三次你刚忘了讲一点，三次不是同一个类型，是各种类型，嚯，更伟大。而且三座里面有两座跟三立有关系，哦，怎么说？一个是草地状元，对，一个黄金夜总会，哇哦，这两个都是优质节目，对，尤其那个草地状元好好看，嗯哼。对，那个时候其实是一种新的方式来介绍台湾嘛。啊，对对对对，对对，介绍各种古老的行业，对，快要失传的行业。那不，我刚刚讲说得三座，还有一座是，那是早期的连环炮。连环炮，民国78年。哇，那很早。78年，我出道的第二年就得哦。嗯。哇，那你这个金钟奖对你来说好像可能意义没有这么深重哦，因为你第二年就得了。不是啊，那个时候很多人骂我，为什么？你凭什么得？因为你是菜鸟，新兵啊，一些资深的这个主持人都不太服气了，应该是。对啊，骂的人都还在。我想那是骂吃醋。谁啊？谁不？对不对？他吃醋嘛。有两个字的，三个字的都还在。嗯，被爆料打给来。那我那个时候，其实你在进入所谓的连环炮之前，你已经做秀场做很久。对对对对对。那所以说，你做秀场其实那时候已经有怎么讲？有一段时间了，有自己的表演方式。然后你再进入电视以后，你再调整会比较困难，很困难，对不对？尤其是长相，啊，长相没得调。不过连环炮里面那几个长相都也不怎么地啊。我那是后来，哦，后来那是后来，连环炮变成一个怪物集中的东西。我们来看看碰果以前的 VCR， 因为碰果创造了很多很多可歌可泣的表演。你知道什么是上歹饲无？上歹饲的是囡仔上歹饲。安怎讲呢？我这个囡仔歹要饲无？你那人就惊妈妈好，放冷吐青山，吐冷放青山，暗时困袂去，妈妈用乌甲来票来甲你摇来甲你收，叫你乌甲来票是用二百遍两摇。热血的武器在身上。最近个小妹妹风吹万芒，我是好听。我家里穿衫只领有一领。我跟你走过一山又一山，有一日你会走到那个极乐世界，那是你要往生进前的愿望。五虎将点唱就开始一路演变到现在的黄金，而且你看最不容易就是碰哥，他一点那种倦怠都没有，主持节目还是很快乐，对对，很有精神。那我多阿做掉，做掉啊，做掉啦，做掉啊，哎呀。你也心情不好，欠钱遭罗，你可以嘛，别使用感觉。这是艺人不为人知的另外一面，真的，对，就是永远要带给大家快乐的一面，对不对？自己有什么心事，就往心里吞就好了。嗯，哪一个节目你到现在觉得啊，还是这个节目我最深刻？草地状元，草地还是草地状元啊。因为那个真的是走入人间，应该讲人群。我是贵哦，行，走入人群吧。对，人群那个东西对你来讲有没有一些启发？当然，当然，当然，当然。哦，你可以看到台湾人很真论命的疾病，嗯，哦，尤其是女人，女人很厉害，台湾人真的很认命，嗯，虽然我有时候在想，你做这物件，赚一两块钱，嗯，那你为什么那么执着？阿伯他在对阮老爸老好过，他不敢把先人留下的东西把它抛弃掉，不能荒废，那是一种罪恶感，不敢，宁可在那边慢慢熬，然后下一代没有接没关系。我希望你去做较多嘞吼，你去做医生还是去做律师啊？你莫甲做这样，嗯，他们伟大哦，自己苦没关系，但是下一辈要更好。可是不能得罪上一代。对，但哇，那这个辛苦哎，上一辈也要顾，下一辈也要顾。是啊，那我以前最早是因为爱唱歌嘛，想当歌星。啊什么啊？
还是太没礼貌了吧？不是啊，因为我对你的印象一直就是在秀场面，然后你很会讲笑话啊，很会玩啊，这样。主持是我最不爱的。哦，真的啊，真的，真的，你真的爱唱歌啊？对，我那时候想当歌手，我关键不在钱呐，就是喜欢音乐的那种执着成就感。对对不对？起码我写的歌是流传在，目前流传的只有几条，跟林志啊多起来。林志啊断起来是一下。哎，上面飘钱啊？不是，我一直以为是讲你不要下瓜。我不要瞎瓜的，让我试试看呐、啊。我以为是康康他自己写的，我以为是老哥。我真的哦，那时候一条关系入戏耶，一条关系这朋友聊天呢，写，15分钟就写好，其实很快。你先唱，我们想听，对不对？多正啊！今天一定要好好听一下。你讲恁姐带起来，是安怎我会拢不知？一片痴心山来沉落海，我每日时时靠悲哀。那天我有起起来，骑着我的乌托牌，行到菜市撞到银红西，哦，看一个险险啊倒头菜。哎呦，伊是一个大口袋，写作亲像妖魔鬼怪，一缕好花插牛屎。恁姐实在有悲哀，我想来想去真无奈，找无啥话来拜拜，只有对天大声讲出来，恁姐大起来。耶！后面你唱这首歌跟那个康康唱的味道完全不一样，他给他唱错了。行政院秘书长卓荣泰先生的手机也是用这个歌。王恰恰，王恰恰的鼻孔大，因为细汉的时阵用枕头啊乌鼻孔，乌卡两孔乌浪浪，实在惊死人。那个施老师啊，如果你有看节目哦，一直在跟我联络，他说要跟我道歉。我说为什么？我要跟他通上电。他说我没有礼貌跟你写这个歌，我要谢他写这首歌。哎，这个是史上第一个人用艺名当歌词，用艺人的名字当歌词，对，艺人当，我觉得很开心啊。对，然后最不孝的是那个六角龟刻画，他又怎么了？他每次都讲说，他是许孝顺真的是跪地捧茶拜师，在连环炮时期，他每次他住基隆嘛，说师傅，我大概登给人拢啊都流利，好可怜。我经过那个中兴大业隧道，你趴在那边干什么？那个中兴大业隧道上下班都会塞车，很痛苦，你知道吗？不笑，不笑，六角龟壳花。哎，我们来看看碰狗的歌的 MV 好不好？恰恰比康多啊，大家都唱得很专心，这个老师才服。对啊，自己在很兴奋，你这是在创作哎。